我寻思那会儿我们十几岁，嗯，去上小卖部，啊，拿五块钱牙刷、牙膏、什么糖、方便面啊，好家伙，一大堆东西。哎，对，买一堆。现在不行了，哪儿现在贵了？现在他们装监控，嗯，偷去了是吗？小孩嘛，那嘴也馋，愿意吃点好东西。那也不能不。那会儿没什么好吃的。我们学校那会儿印象特别深，啊，我们那个厨子就得枪毙，然后救活了，然后再活活打死。嘿，好家伙，怎么那么恨人家？我们学校那个菜，好家伙，酸奶炒鸡蛋，啊，月饼炖橘子，哼，火龙果那皮炒菠萝皮，这瓤都哪儿去了？我们校长吃了都。好嘛，不容易那会儿，那吃完饭，晚上吃完饭。那碟子拿着水龙头一冲就干净，没什么油，没有油，嗯，全学校一年用半斤香油啊，有这么一瓶儿，瓶儿里插一筷子、哦，筷子上绑一铜钱，嚯、哦，哎，这瓶香油在校长办公室里搁着，这太可了，每天厨子大铁锹炒白菜，哎呀，炒差不多了，一看快熟了，请校长，干嘛呀？校长拿着瓶子来，拿着筷子蘸一下，锅里一和弄啊，这今天的油钱就够了。啊，霍楞的里头，大年初一打半斤香油，是到年三十改一斤了、嗯。哎，怎么多出半斤？带回半斤水去。哎、嗯，好，往回带。吃这个，孩子们没有油水啊。那是啊，没有油水，晚上还得有晚自习。啊，还有晚自习。练功啊，嗯，七点到九点晚上、哦，有一练功房，四面的大玻璃，嗯，还得跟那儿弯腰踢腿翻跟头。呵，但他不练，我凭什么不练？这俩钟头是人家孩子吃加餐的时候。我还有加餐呢，家里有钱呢，啊，家里有钱啊，一到七点，家里边送零食来了。我们家给我送什么零食啊？有那么一大口袋，嗯，干炒黄豆。我零食吃干炒黄豆，十斤干炒黄豆，还不少吃。哎，十斤的干炒黄豆，嗯，拿那个脸盆打凉水，三到五盆，就喝呀，这俩钟头。三盆凉水，基本上三盆凉水，十斤干炒黄豆。嚯、哦，各位、嗯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这废话，就拿我跟牲口比，于老师都能吃了。我这量大，吃完了我们给他抬着宿舍去、嗯。哦，那会儿是八个人一个宿舍，八个人，但他自己占一单间儿，就身份的象征啊。不是不是啊，我们宁可一大帮人挤一个屋，也得腾出一个单间来给他。干嘛这么闲乎呀、啊？列位呀、啊。嗯，十斤黄豆，三盆凉水，啊、嗯，这一晚上肚子里行开了，啊、嗯，早晨起来叮当，好家伙，我们还没毕业呢，还没上班，凭什么让你崩死呀？什么叫崩死？那能崩得死吗？那个，所以没人跟他一屋啊，没人跟你，我们单独啊，给他让出一房，让他跟这屋痛痛快快放去吧。没人管我了，挺好。就小时候、嗯、学相声，世上最简单的艺术，是，但也是最难，也是。你也会说话，我也会说话，你要花钱听我说话，嗯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哦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老师告诉我们，第一节课，嗯，记住了啊，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。什么叫钝刀杀人呢？这个就是老师的意思，是说话要嘴里干净。啊，对，得利落，不管是大剧场小剧场，嗯，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观众的耳朵里，让您听清楚，不允许贪污掉一个字儿。对，如果说说话不清楚呢，嗯，就好比是一把刀子，它钝了，用它杀人是很疼的，不行吗？这个，哎，这么说你也听不明白，我给举个例子啊，啊，举个例子你就知道钝刀杀人有多难受。好，杀人的刀得快哦，比如说于老师。我又是我怎么了？ 也不是又是你，因为说别人也没有意思啊。是，你说我、啊、只能说您，大家也开心啊。那您说吧，我也开心啊。您一直就开心。那、嗯、为什么要说于老师呢？嗯、因为我们这行有规矩，是吗？啊，也有那个部分道德表演技术家们。什么叫技术家？指责郭德纲。你在台上老说人于谦的媳妇儿，说他爸爸如何如何。列位、嗯、你们以为我在台上说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那么开心啊，就让我看出来了。您这，我小的时候说相声，嗯，我学的是捧哏，是，哦，这儿
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捧哏10年，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混逗哏演员。嗯，谁站这儿谁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。嗯，您也不用别扭。哦，我们谁站在里头谁来这活儿，是因为你挣的是这份钱，这是角色，就跟唱戏似的。嗯，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的，到95岁他上台，他演这活儿，他也是个孙子，也没胡子吗？谈不到不尊重他。对，挣的是这份钱。嗯，就跟看电影似的。哦，啊，电影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这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话剧舞台上当一枪，这躺地还哆嗦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这对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？嗯，嗨，一说一乐的事儿，别信，对吧？嗯，就说这个，举例子嘛。您举例子，钝刀杀人怎么回事？于老师，啊，拿我举例子，大年三十的时候，就过年了，过生日，嚯。这双喜临门，而且今天你们家刚买的大别墅乔迁之喜，这是三喜，而且嫂子出去2毛钱买张彩票中了7000万，这是多大的运气啊！这是你的儿子美国博士毕业，哎呦，今天回国啊，带着女朋友，好事都赶上了。女朋友她爸爸呢是世界首富。这了不得了，全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。那是啊，桌上菜都摆齐了。嗯，上了一条鱼。哦，于老师一筷子下去，嗯，打鱼肚子里翻出一个大珍珠来。这是我的了，万年不遇的好事都赶在今天了。是，我也来了。您啊，今天是您过生日啊。您带礼物了吗？我得拜寿。太好了，我买的礼物还没有送到。哦，在网上下了单。嘿，我给您买的是印度三宝。怎么叫印度三宝呢？正说着门开了，拿来了，这来印度的美女。嚯，20出头一姑娘，好看。你瞧瞧，这点一红点儿。哦，拖着这个礼物，这个印度三宝。于先生你好啊，这是保定来的，这个，这不是印度来的，正经印度美女啊，留保多年。留保，留学保定。嗨，往那儿留什么学呀？俺们公司让我送礼物来了啊！好家伙，印度三宝。怎么回事？打开包装一瞧，里边是一个印度的檀木桶。啊，这檀木是一宝，印度的檀木很好。对了，这么大一桶，嗯，这算一宝了吧？这算一宝了。桶外边抹着一层咖喱，这玩意儿能抹到桶上吗？这个二宝。咖喱是一包，一掀盖这是满满登登，就这一桶。嗯，印度神油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有拎桶送的吗？哎呀，三宝都齐了啊！于老乐坏了。是啊，谢谢。哎，蹲蹲蹲蹲，这喝了，我这不至于开心，大伙儿都乐，这都好事儿呗。印度美女这一乐呀，于老师怎么这么好看？喜欢她，而且我老看印度电影，女的这儿都点一红点儿，这是风俗。我也不知道点的是什么。是我能摸一下吗？呵，啊，姑娘说您摸一下吧。啊，那就来。于老师拿手一 K， 啊，红点掉了。嗯，里边俩字儿写着特等。什么叫特等啊？这是我公司的这个抽奖。哦，特等奖。哎，哎，抽这个 K 下来完了，特等奖。这特等奖是什么呀？特等奖简单。什么？就这印度美女以身相许。你瞧，这太好了，这个。你这玩意儿，这个印度美女也高兴啊。啊，那是啊。哎呀，没有想到大今儿起都是你们家的人了。哎，这、啊、让他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。哎，得了。于老师高兴。嗯、我嫂子不高兴、啊。那他不干了。凭什么呀？不行啊。走，不让来，不允许。哎呦，家里乱套了。哎呀，我也跟着劝吧。那是啊，这会儿功夫，100多官兵来了。官兵干嘛来了？你瞧啊，于老师，哦，跟我们走。这是今天杀头，我都全白高兴了。前面那怎么办呢？人生大喜大悲啊！啊，跟我们走，今天要杀头了。这叫砍。哎，那为什么要杀我呀？就是啊，什么罪过？因为不知道。哦，哎，大人说了。先杀后问，不，那还问什么劲呢？你得说说我什么罪名？罪名就是带你走去解释一下，什么叫钝刀杀人啊？哎，这好嘛，就为这事儿给于老抓走了。哦，
屋里边一下就冷清下来了。那是啊，大年三十，这么些个好事，没想到突如其来出了这么一个恶事，全没赶上。儿子跟女朋友坐对联，我也坐在这儿傻了。还有你这边坐着嫂子，这边坐着印度美女，全有。我们五口人跟这儿呆若木鸡，有你什么事跟这掺和？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啊。到最后嫂子擦擦眼泪，她说什么呀？哎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可不是吗？难过也不是办法。意思就是儿子，行了，别哭了。端杯，先敬你小妈一杯。这就认一个是吗？你看我们几个人，这年还得过呀。怎么过呀？其实心里不是滋味啊，难受啊。包饺子吧，是吧？这是难受的做法啊。肉的、素的、鲅鱼馅的，简简单单弄了七八种馅的饺子，好心情。这是其实心里难过，没瞧出来。哎呀，包蒜啊，弄腊八蒜，弄醋啊，真全。炸辣椒油，对。嫂子说我吃那是萝卜馅的饺子，给他泼点芥末，真讲究。萝卜馅饺子蘸芥末，对。哎呦，还得卸点那个咖喱的汁儿，对，那边还印度娘们呢。来吧，酒都打开吧，是啊，红酒、白酒、啤酒，全开开了，这心里不是滋味。喝吧，别哭了。那年三十来打开电视，看看春晚，今年有没有好相声啊？没有了，我都死了，哪来的好相声？我们这全家欢乐，一家悲痛的时候，你。别把实话说出来。于老师已经到了北京菜市口了，这就要砍头。杀头得在菜市口，对，那是老杀头的地方。来到这儿了，先给于老师把衣服都脱了。我干嘛光着了？杀头嘛，杀头就光了，脱个一丝不挂。都脱完了，拿绳子来，这一根绳子双着下来，打脖子后边搭起来，往下一绑。俩肩膀这是俩花。俩肘是俩花，是腕子是一个花，这叫五花大绑，都是这么绑。绑完了，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电视剧里面也看过，有薄木头牌的，也有是竹皮儿，外边带一白色的纸，尖尖的，是写着你的罪过，写的是奸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怎么光着呢？顺着脖子后边插进去啊，刽子手这啊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是于老师撇着嘴，我说本忙，本忙像话？什么叫本忙啊？当官的本官啊，你不流氓吗？本忙不嗨，这就别放粪了。我这本忙，行了，这跪好了，这一脚让他跪好了。对呀，跪下。哎，让你跪下，谁让你撅那儿？谁撅着？跪好，怎么又撅那儿了？哎呀，你要不踹谁撅着呀？这会儿。折腾完了天就亮了啊，这会儿你想年三十拉出来的吗？忙活半天，这会儿已经是大年初一早晨了。菜市口这儿呢是北京场店庙会的那个入口的地方啊，那是庙会，全国来了60多万人逛庙会啊，谁打着过呢都得瞧瞧来。是啊，好家伙，这就是那于谦。是是，嚯，真白呀。你看这干嘛？你卖票不卖票啊？你们这都得从您跟前绕一圈啊，再逛庙会去。一眨眼的功夫呢就初七了啊，我展七天呢跟这儿，因为庙会就到初六。到初六初七呢是工作人员们看一看。哎，对，这都看完了一下，都看完了啊。有监斩官啊，还有监斩官。菜市口边上有一药店叫西鹤年堂，这是老店了，从清朝的时候监斩官都得在那儿搭一棚子。北京有一句骂人特别狠的话，怎么说？你这病好不了了，你得到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菜市口杀的头。哎呦，这是老话。是监斩官坐在西鹤年堂的门前，披着红斗篷。干嘛非披红斗篷？红的辟邪，讲究。带着一茶镜，还带镜子，或者水晶的，或者什么都行，带着个镜子。就为了不看犯人。这斜身坐着，一条时辰到了，工作人员就过来了，请示一下，是跟大人您回，时辰已到，该斩了。监斩官一回头，整啊，整整啊，别等的，还干啥？东北监斩官呢，这是，
给谁整的？削他呀？那什么呀？给切稀碎啊？还稀碎？稀碎包饺子？那我招你惹你？弄死他啊！赶紧！好家伙！刽子手一回头，拿着大刀，这口鬼头刀是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好，紫微微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就说他快，哆里哆嗦，颤颤巍巍举着刀，嗨、啊，怎么着？嗨，砍下去了，是不是吓一跳？没砍呢、啊，谁跟你斗了？跟着，先不敢这么吓一跳，哎，谁跟你斗了？哎，尿了尿了，不用，吓都吓死了这个。行，赶紧砍吧！你晃悠我干嘛？还玩吗？行了，行了，我这吓死了一会儿。一刀下去啊，这回人头落地，这完了吗？这脑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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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突然间停住了，停住了是？等红绿灯。哎嗨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砍头吗？我这个，啊，绿灯了啊，这人头咕噜咕噜噜噜又来了，过马路。哦，再一扭头，我说人头张嘴了，我说好快的刀啊！嗨，我也太贱了，哎，这就杀人这刀得快哦，要钝刀可就坏了，钝刀不行吗？前面都不变啊啊，还是我们五口人幸福的生活，就别提这五口人了。于老师已经在菜市口展览了六天了，哎、那是你们幸福了啊，到这天了啊啊，骑兵大人时辰一到，这就该砍。大人一回头，整啊，哦、哎这。还等啥呀？这东北官还没换呢啊！削他呀，弄死切稀碎啊！行了，干嘛我招你？赶紧别等他了啊！啊！刽子手把刀举起来，这个刀，这口刀打唐朝传下来的老刀了，从来没有人磨哦，哎，没人出这个两毛钱磨刀钱。好家伙，刀刃都是锯齿啊，都带齿儿，一齿一齿啊，这儿举起来，哎，开啊，整多的脖子上。多上了，不往下走啊！啊，刽子手真急了，怎么办？我走你！锯呀、啊，连锯了七天，怎么了？您猜怎么着？怎么样呢？饿死的！我去你的！